今天是 Abby 的生日 party， 那 Abby 今天有没有很开心？今天是你几岁生日？我生日。你在学校有吃蛋糕对不对？家里现在还有一个，有没有很开心呢？那你有没有想说什么话呢？你想要说什么话都可以。爸爸戴牙齿就是爸爸住，哈哈哈哈！爸爸要被蔓越莓的吃掉了，哈哈哈哈！哦，是这样吗？那你今天要很开心吗？